他们两个有恋情。一定啊，那个专业的 YouTuber 叫什么都要试，你知道吗？买便当送手机，然后你看过五星级的粥用这种粥吗？你想到你困柜台没有？太晚睡了。几点困？一点半睡。你都没环岛啊？大家好，我们是台湾之道，我是队长金杰，我是蔡杰瑞，他那超人摩迪耶啊。我们缅怀他，我们会带着他的精神一起环岛。他有精神吗？新东庄不去了，直接下一站。好。不是那个水加糖就好了吗 ？Let's go。屏东的名人，被开了？没有啊，我又没违规。台东呢，就是要吃蓝蜻蜓。那另外一派人说要吃阿红，来看看吧。这么刚好，这么巧，这么巧，你们来了。这家好吃还是？他们说蓝蜻蜓，可是我觉得阿红。冷掉之后，我们是在那个情侣装没有？没那么好吃吧？有奸情，正宫比啊！他们两个有奸情，一定啊！情侣装。好奇，真的好奇，无法言喻的好奇。学坏了，学坏了，你学坏了。所以知道什么？你学坏了，你学坏了，你交到坏朋友了。这招你也会了，一直换电池你也会了。新的吗？对我的惩罚。旧的。来喝我的酒精，拍我的电影。哪一颗？这一颗，中了，中了，啊！靠腰啊！超级邪恶！如果你今天失恋的话，应该蛮适合吃这个的。你饿了吗？你吃了吗？哦，可以试一下。我们在世界上最大的泡面。
冲就对了，冲冲冲！开箱加心柠檬汁。有带冰块。哦，啊，这个没进来吗？嗯。你在吃早上的包子，这是我们的下午茶。啊，你也这样？我来拍照。啊。不方便，到处供。下杯呢？很勇敢呢。啊，我没有这样试过，所以不是很清楚。身为一个专业的 YouTuber， 就什么都要试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呢？啊？要换电啦、啊？不晓得在哪里啊？在哪里？是转角那个吗？既然有队长找不到的换电站。欢迎公哥。OK， 我们现在来芙蓉。他做可以。我们来吃芙蓉便当。手机啊。对。购买请入内。完售，阿姨给我上，给我招牌，招牌，招牌。还有几个？一个。阿爸，他要收手机。哇。免得呀，免得呀，免得呀。还有什么？送也不用筷子。送什么手机？送手机啊！你送手机啊！啊，头家加加一条。买便当送手机，再好。买便当送手机哦。哦，再好着。哇，乐多啊！乐多啊！吓到了，吓到了！这人吃便当了。对哦。蛮痛。要看阿弟啊，蛮痛。这条王碎耶！这样，只剩下这个，我不喜欢吃，我不喜欢吃酸菜。手机没电，车子也没电，人有电吗？人也没电了。哦，刚刚跟一个。超级厉害的女生，这几颗电池，大家猜一下，几颗电池？180颗电池。不，来新朋友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关，我在 PGO 电动车台南店上班。关大人。没有，不敢。是关老爷关还是关大人关？关就好，关就好。遇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，就是住饭店住这么久，饭店的时钟呢？长这样子，你看过五星级的粥用这种粥吗？而且装电池之后，哇，吵不停，受不了，把它拔起来。然后到假扎等。对，我们在这边看到它这个烧饼，他们在煮烧饼。今天呢，又要淋雨回去了。我的衣服才刚干而已。你要搭吗？差不多了。电池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换家换一下嘛，换家换一下嘛，对。OK， 拜拜，拜拜，谢谢。Let's go， 那个下一站呢？觉得骑电动车环岛好玩吗？还不错。比骑油车累吗？电车就是找换电站那个乐趣。哦 ，OK。所以你是第一次电动车环岛吗？没
错。OK， 所以如果明年要再环岛的话，再环吗？希望杰瑞哥有机会的话，烤窑再邀请我。这个太这个太那个，这种太煽情了，受不了。啊、不错啦，哎呀、啊，大家对电车那个一起出来玩交流一下。OK。我们只能趁还没有下雨之前赶快访问你。你觉得用电动车环岛很开心吗？很开心。会不会很累？哈，很开心，但是很累。但是很累。对啊。所以油车跟电车的话，你会选择用油车还是用电车环岛？我会想要试试看电动重车。电动吗？重车。电动重车。哦，电动重车哦，电动车，但是有重车的路途。OK， 那个我们期许 PGO 会出一台电动重车。好，我们期待。OK， 我们就拭目以待。耶、yeah! ！OK， 讲一下感言。环岛的话呢，以后还是会去。那希望呢，台东的那条海岸线呢，能有多一点的换电站。这样子的话呢，不用每次都跑三线。那这一次走滨海的还蛮快的哦，不过换电站少了一点。队长呢？好、啊，还要再环岛吗？环啊，哪一次不环？当然是哦。徐长，终于完成了。有了换电站，真的是比较好环岛了，跟上次那个非充电器比起来，轻松多了。所以走海边比较快吗？比较远，但是骑的速度比较快，因为没有什么红绿灯，没什么车，骑起来很爽啊。但是就换电站少了一点，又要绕到市区。因为现在他们都有限制速度啊，所以现在也骑不快啊。安全第一啊。OK， 那我们三天的环岛呢，终于平安的顺利完成了。环岛吗？环岛了吗？骑电动车环岛了吗？没有。环岛。哈哈哈哈哈。